这次影片没什么内容，单纯虐待阎王夫妻解任而已。新的转身衣装任务起始点是找只会出一张嘴的剑术大师对话，他会要你去单挑阎王龙跟阎飞龙。解完后再叫你去一打二。开场趁他们还没在一起，到路上堵阎飞龙。连弹射一射。扩散丢一丢，就快死了。阎王龙是好老公，老婆睡觉他会守床，因为懒得等他们分开，就两只一起打。两只偷亲亲，爆炸头昏昏。打死一只后，另外一只就很好处理了。任务完成后，回村就可以获得转身衣装。阎飞龙的素材可以做新的武器、防具。
以上 Google 姐姐配音打颜飞龙石川的装备附在片尾881。そうやよ。よろしくな。